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白鹤嘅一篇微博令佢成为新闻人物，话觉得唔受尊重，唔会再为金判坤率领嘅香港队上阵。港队主帅金判坤亲身交代，系因为选咗法图斯而唔拣白鹤。但之后罗素受伤，希望重召佢嘅时候，微博事件就已经发生啦。Sorry about that. Even for him, if he feels in no respect, please he understands we fully respect. We fully appreciate his contribution.无论点都好，事件已经过去啦。香港队亦都重新开操，迎接作客约旦嘅友赛，同埋作客黎巴嫩嘅亚洲杯外围赛。今次嘅阵容有好多令人期待嘅新面孔，法图斯等等嘅外流球员亦都归队。大战当前，港脚个个都操得落力，连练波都好激情嘅 Kim Sir 都话好满意女外球员嘅状态。She's very sharp, energy, dynamic, fresh. I think.They can bring a very positive energy to the teams. Yeah. 在中超贵州智诚担任队长的法图斯话：中超比赛节奏很快，自己为了保持好表现，经常加操。港队正值换血期，法图斯特别向同位置的陈俊乐传授下心得。Potential, then I believe he can play more. He can have more chance to play anywhere. Yeah. When he work more hard. 叶鸿辉亦都话：新人是时候上位了。今次在亞洲杯個大賽度俾多啲年輕球員，即就算唔係落場都好，咁起碼俾佢哋感受到嗰、那個重要賽事嘅氣氛。咁依樣對佢哋第時成長好緊要。港隊練完就即刻啟程，雖然我哋遠在香港，都一定要撐自己人，撐香港隊啊！加油 ！ONTV 東網電視體育台報導。喂，翻嚟第二節本地波嘅時間。點解你揾新組幅相嘅？我咪香港隊嗰幅相嚟嘅，即係啲字啫，屌你！你鑊我都屌佢喎。咪啊，咁而家冇得唔屌啦，係咪先？你揾都揾法圖斯張相啊嘛。唔係啊，屌足總個閪望嗰幅相嚟嘅呢幅，足總個閪望嗰幅相嚟㗎。唔係你㗎嘛？喂，人哋大武英雄嚟㗎，你唔好咁啦。因為呢幅相係新加坡自影㗎嘛。講翻即係嗱，第一節我哋都劇透咗，其實呢一節都係會講翻香港隊嘅用人嘅情況。咁頭先睇完條片就見到金判坤咧，即係喺嗰個訪問度都話，即係賽後東方嗱龍獅贏咗南華場波之後就話，喂，其實我真係想揀翻白鶴嘅。咁但係你自己大聲嗌退出，咁我冇理由跪低而揀你啊！斟茶認錯咩？唔通？黐撚線屌你！喂喂，冇錯啊！即係用用教練嘅角度嚟講，佢冇錯嘅喎。係啊，做乜要錯啊？我揀人有我自己嘅方向同埋方針噶嘛？點解你依個球員話退隊，咁你威脅我啊？喂，即係咁，咪咯，即係咁講，你兇我大曬，係咪先？我要接受啊，係咪先？即係感覺上，如果你真係揀翻白，即係如果因為你咁而揀翻白鶴嘅話，某程度上白鶴同球霸係冇撚分別嘅，大陸好撚多啦，係咪先？李偉峰就一出名啦。係咪先啊？你無謂香港都整多個李偉峰出嚟啦，雖然白鶴都係大陸仔，咁但係點都香港人嚟㗎啦。我唔係出大陸出世啊嘛，某程度上。你講呢？計半 call 啫，我哋。咁當然嚟講，即係譬如話金 Sir 嚟講，就喺賽後禮拜日咧就公布咗嗰個決選名單啦，證明金判坤呢一鑊冇講大話。冇啊！即係當年輕球員數下先。年輕球員，你話中後防啊，有李毅海啦、黃子浩啦、梁樂恆啦，咁中場有啊李家耀啦、陳俊樂啦，咁前鋒方面有羅廣威、王威啦，咁依啲都廿歲出頭要喎，喂真係選多啲年輕球員喎，啱喎個唔係啱，唔係呢一次就冇得屌佢喺用，即係選人嗰度用，你當你用嗰時再屌你啦，係咪先？有時屌你嘅嘢唔會下用到。你選咁多，你選咁多個落去，冇可能一個都。唔用咁，係咯，我諗係咪咯？喂，咁啊係啊，佢連親生仔自己放棄我金景浩，屌鳩你！喂，冇得，喂你冇得唔放棄喎，大佬你落親場見佢十五分鐘，驚足十五分鐘半嘅。精英杯落場落廿零分鐘都瀨嘢啦，大佬。夠錢嘅陰公。
夠功，黃興貴講完嗰句即刻爆咗，即係咁講法。其實今次嚟講，其實阿 Kim 都算係咁噶啦，即係譬如話有啲熟悉嘅名字啦，算啦，都係算係咁，算係咁啦，算係。或者盧君怡唔選係咪先？鄭景浩唔選，鄭景浩唔選，陳少琪唔選，唔選係咪先？大名嗰啲又唔選，係咪先？但係顧問有冇俾壓力你啊？屌！即係當你出入名單之後，阿顧問先有俾壓力你啊！係咯，我點知？我都好懷疑喎。冇乜啊！咁你傑志都係選翻嗰啲正常嘅人入去啊！係你個王將。咁你呢幅相咯？唔係你必然入，你當你冇得揀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而家其實你睇翻成個嘅軍容入邊，係啊，整體係後生咗。但係當你要擺嗰陣時嗱，嚟緊我哋錄影嘅時間。會對約旦啦，友誼賽，跟住禮拜二嘅時間就要對黎巴嫩啦。咁其實嗱，而家我哋數落去，啊，真係數落原來正宗嘅閘位咧，其實得黃子雄、即使係兩個，其他啲全部都中路防守球員嚟咯。李志豪都係，李志豪都係。我都得兩個半咧。同埋其實李毅海都可以係閘嚟噶嘛。啊，四個閘咁，但係四個閘。咁而家就係話好啦，其實如果對住嗱約旦，但最好笑金冠軍嗰句嘢咧，屌你呢一樣我係嬲。打主攻喎，屌你食鳩菜藥！有咩所謂啊？唔係佢咁講啫。其實有乜嘢所謂啊？咁你約旦嗰場 Fanny， 跟住之後約旦嗰場打主攻咪試下咯。咁佢有得，咁佢可以轉噶嘛？你仲有幾日踢完約旦嗰場，如果主攻唔得嘅，咁佢之後翻嚟翻嚟打翻手上，有咩所謂啫？咁佢依兩場波冇得，佢係想主攻噶嘛？尤其是。其實我覺得佢嘅心態就係對黎巴嫩嗰場第一場作客，佢覺得哇死守唔係路喎，唔係路喎，冇得守嘅喎，咁不如試下主攻一下啦，試下啦。其實哇，其實改變一下，我唔覺得係好大問題。但係香港嘅球迷好似話：哇，你有冇搞撚錯啊？啲依班波主攻咪俾人炒？喂，你俾佢試下先，試咗得唔得？另外一件事啊嘛。啱啊啱喎，因為嗱老實咧，初頭我睇完個名單咧，其實我諗緊死啦，點攻啊大佬？係啊，前面麥基、王威、羅廣威，哇！我點諗啊？新組喎，諗嚟諗去諗唔掂。但係調翻轉，喂！後面我諗嗱，因為見到咁多中堅咧，其實咧我有諗過阿 Kim 咧，真係有諗緊打三中堅呢件事，就諗緊三中堅啊，係啊，好乸多中堅。三二啊，鬧三二兩邊。三六一添嘅嘛，我又諗呢樣嘢嘅，即係我自己喺度諗下諗下，越諗越唔對路。喂，我既然守我三個中堅加三個防中啦，喂，我六個守，我倒不如搏佢一鋪，投嗰十五分鐘攻佢一鑊先嚟，即係你寧願去攻咗攻爆佢先。扯咗一啖氣，喂，可能投十五分鐘射咗一球入佢一粒，跟住之後先嚟同佢玩，唔係因為你先好，因為你前邊即係例如你打擺一個三中堅位置，你中場其實如果要攻咧就擺三五二好啲嘅，係啊，咁你而家睇翻個陣容咧，如果中場嗰五個咧。佢鐵定咗㗎啦，就法圖斯同埋陳俊樂都係正選名單㗎啦，係啊，咁你左右兩邊去揾阿李毅海踢左路都 OK 啊，咁你加埋右路你咪擺翻阿麥基喺右路咯，咁前面咪新組或者搭阿李康廉又好，或者王威都好，其實可以好多變化嘅個五二嗰兩個位置嗰個陣容。嗱，張敏同阿大師兄講法咧，其實我係同意嘅，但係要睇翻阿 Kim Sir 以往華打主攻嘅往績。屌你真係不堪一提啊！冚家靚，屌你老味，還記得世界盃外圍賽對不丹，還記得世界盃外圍賽對馬爾代夫嘅時間，屌你個老味，你個主攻陣攻啲乜撚嘢出嚟啊？唔係，冚家你個拎。咁佢嗰陣時打4-3-3啊嘛。撲佢街啦！佢有撚個主攻陣。同埋其實咧，記住咧，嗰陣時選嘅球員年紀都偏大㗎嘛。係，因為係有寶蓮奴啫，即係嗰陣時有寶蓮奴啦，或者有阿陳少琪啦，有阿力士啦，咁你而家依個陣容，基本上你前邊個攻擊組合係比較年青同埋係都係本土啊嘛。哦，喐動力啫。係算本土㗎啦，前面除咗新組之外，我覺得係欣喜嘅依個陣容。唔係欣喜還欣喜，但係即係話希望班大帝可以喐多少少啦。尤其你而家畫面見到呢個大哥，屌你懶緊個閪踢波，屌你老味。同埋你要諗下，你要諗下啱啱16年年尾，今年年頭踢過省港杯，係啊，
其實依班波，尤其是後生嗰批咧，依次入選名單嗰班後生仔咧，其實都有份係散個杯落場噶嘛。其實踢到短傳甚至好靚，好靚仔嘅踢得，哇！搞到班廣州仔真係腳都震埋㗎。第一回合你唔記得兩場波都係攻㗎，可以攻得到㗎。唔係，但有啲點解唔用啫？唔係有啲主力嘅球員要攻嘅，打攻就冇入選。當其時有個叫黎諾賢嘅，個 key 呢個就好重要嘅一員嚟嘅 B 隊站。咁你而家右路有？有麥基，有麥基喺度。卧底冇咁好靚，大哥，係咪先？麥黎諾賢控個波係控在自己面前，麥基控個波係控五米遠嘅，屌鳩你，兩樣嘢嚟嘅喎。身體質素都有翻喺度啦，麥基，咁啊唔同阿黎諾賢啦，黎諾賢受傷啊嘛，唔襟撞啊嘛。咁啊係，呢個撚樣都唔襟撞啦，屌你係啊！李聯昌嘅風輪上大鳩曬啊！屌你有時啲嘢就係話有時。即係全民皆兵嗰樣嘢好緊要啦，咁啊當然啦，香港隊星期一練完波嘅時間，而家就係即係我應該飛咗約旦啦，贏啲開波，係要準備㗎啦，踢咗添啦，係啦，咁啊時間打撚完添啦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有一段片咧，我哋開波嗰陣時咧，即係錄嗰陣時咧，我哋又冇 share 出嚟嘅，有林家產唔應該落去嘅，走落去。咁邊個咧？屌你林鄭月娥，即係藝名叫林鄭月娥，嗰位所謂嘅特首候選人。屌你老味落到，喂真係我覺得咧。佢真係失驚無神走落去㗎咧！屌你撲街嗰個梁孔德帶佢落去啊！屌你老味，整咗冚家產啊！冚家產就更加冚家產。即係有啲人見到阿胡蘇珍咧，成日走去睇拳賽咧，睇曹星如咧，佢都要分一杯羹。你或者香港隊又出去踢波啦，你老味梗係要落去探下球員啦，點知又瀨嘢啊！屌你老梁飛鴻德，你買完只馬係專心養馬啦，吳家產！屌你個老尾！如果佢用養馬嗰啲錢咧，擺翻一半落個球圈嗰度咧，咁真係功德無量啦！屌你嘥鳩氣啦，梁飛鴻德個撚樣，養馬啲車邊度嚟啊？國際足協嚟啫嘛！屌你個老尾！咁靚唔好講，嗱呢啲形式嘅唔好亂嚟啊！咁抵喎，有往績嗱，有往績㗎！屌一三年嘅時間，當其時國際足協俾咗50萬香港足總搞青訓嘅美金嚇。嗰班家產嚟破面寫字，我屌鳩你！你班撚樣真係好衰，佢擺咗落去個足總入邊啦，佢唔會自己帶出去養啦，唔係咯？嗱，不過咁樣講，就因為屌而屌喎，你而家嗱，屌你揀翻下個足總你老尾！嗱，梁孔德咧點解可以令到足總梁飛孔德千幾萬嘅錢蝕到得翻幾十萬咧？咁啊，自己諗下點解啦嚇！正一家產嚟，屌你老尾！唔係咁你而家國際足協俾得依筆嚟緊。有一筆錢嚟落足總嗰度，足總要報點用嘅，要報翻上去啊！唔可以你話點用嘅點用？梗係啦，屌你！嗱，嗰度有五球美金啊！講俾你聽啊！喂，但不過講真，你話香港足總好多嘢其實，即係香港足總班人咧，即係屌你，即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屌你個回閪杯咪回歸杯，屌你都講撚錯咗，皇馬都搞到窩去咗啦，係咪啊？係喎，咩其實我覺得佢係太過。太過遲聯絡皇馬，我覺得佢冇錯，唔夠時間。即係如果你話一早諗住係搞回歸杯嘅，咁你有可能上季，有可能16年頭嘅，你已經聯絡啦，已經要聯絡。喂，依國際嘅勁女，即係你話，哇你啊，你揾得請過嚟，我講俾你聽，佢一個人嘅人工買起你成隊香港都得。咁啊，咁你即係要，我唔知佢時間幾耐啊，但係睇足總個勢咧，我估都係。去年2016年年尾先，屌你啦！上個月咋，有人爆出依單料嗰陣時，之前嘅時間冇幾耐先開始聯絡。唔係佢公布嘅時候應該係舊年年尾嘅，係啊，咁嗰陣先開波聯絡，咁咧跟住咧就等佢兩個月咧，因為佢啱啱揭冬啊嘛，揭冬完咗開工啦，咁啊跟住而家同佢傾啱啱好啦，諗住冇啊，俾盡佢啊，咁咪係2016年嘅九月咯，俾盡佢啦，唉，開始足總。屌我梗係唔撚信啦，屌！你老尾2017年2月先開始 contract 咋？你話我話，所以其實咧唔緊要嘅，因為呢個足總咧都係做嘢慢，睇英文啊睇得差。屌你！如果唔係亞冠杯嗰啲咁嘅資格，點會睇到睇到亂撚曬大龍㗎？啱啱所以點解梁飛孔德同林病月娥都係同一類人嚟㗎？屌你老味，都係一個弱智，帶嚟嗰個弱智落嚟。咁啊，大家都係急急流流咯。嗰個弱智落嚟，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完全係浪費曬成日。點解咧？嗱，大佬，我哋練波嘅時間得個半鐘兩個鐘啊，頂你個肺，又嘥我15分鐘同你揸下爬瞓啊！話你瞓乜撚嘢？我話講乜撚嘢咩啊？就算唔係專業足球員，屌你老味，成班職業球員喺度，你話你老味話
我唔撚專業，即係話我 hea 踢啊！你老味，所以閪線嘅真係。所以阿葉龍輝咪唔撚坐鳩，唔係9.84轉身走啊！已經咁講啊，佢仲以為啊，以前嗰啲咧仲係踢緊業餘波嗰啲年代添啊！屌真係離呢啲拉扯離地，真係離地，抵你八達通唔撚識用啊！佢當個特首白馬唔加，佢當嗰班係學生啊！屌你講嘢嘅時候麻煩你要諗下嗰個場合要講啲乜嘢，即係佢嗱有時我聽過演講，佢講嘢係唔使用台詞，唔使用卡嘅，嗱有優點嘅，但係咧佢有而家咧，我唔知發覺佢係咪出嚟之後咧，自從壓力越嚟越大咧，搞到個人咧個腦會疏疏地黐埋孖筋，屌你講啲嘢永遠都唔合邏輯嘅。即係你要喺一班咁嘅人面前，你講佢唔專業，你冇嘢啊！你啲嘢叫專業先，你問翻佢轉頭，嘥撚氣啦！唔係啊，你要佢貼地咧就冇可能嘅啦，佢。係。屌你老母！如果嗱放緊時間咧，特首就未唔知邊個嘅。啊！仲未知啊！屌你老母！如果係林鄭做特首，香港人係抵撚死嘅。嗱，所以其實咧，嗱，即係我係葉鴻輝話咧，我兜兜佢攣鳩口水好撚簡單嘅啫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應翻我哋台柱 Barry 哥所講啦。曾俊華做特首係已經篤定喺板上嘅事啦，屌鳩你林鄭月娥，屌你老味，係咪先啊？唔係，或者咁好大鑊呀，你個會大重飛嘛？好大鑊，依喺蘇窮門口打飛機喎！屌你老味，你只 Q 仔啊，啲吳家產同賭身家啲出櫃啦，吳家產，屌你老味，喂！其實冇講，我哋已經講香港隊咯，扯咁撚遠啫，冇辦法，真係好興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有條咁嘅友走落嚟，阻 Q 住曬時間。你知香港嘅足球訓練時間係非常寶貴啊！即係總之一嚿鐘，走啦，走啦，陳，夠鐘啦，肥水啦咁樣。你要記得咧，某一年即係某幾即係幾年前咧，甚至係有隊職業球隊即係元朗練波嘅時候係。被阿姐趕走搞到教練和球員是很不高興的，即是現在感覺上林病月娥下來就好像說屌我震災喎，屌你高官下來，屌應酬高官上，屌你啊，不是真是喎，一模一撚一撚模一撚樣，屌你老尾，這個公關 show 做得不好咯，是啦，是啦，不好，絕對是不好，屌都說了，其實所以呢毓敏覺得很對的，屌沒公關就沒關公咯，陳老屌你老尾，你 Facebook 不撚搞你是對的，你沒撚落區嘛，屌你老尾，他不落區，沒落天水圍嘛，不是，剛剛落回，幾時落回的？我們錄影時間，沒飛啊，的下午已經落了天水圍，不是啊，咁啊，恭喜曬你啊！我真係恭喜你啊！唉，林病奉勸你一句啦，屌你冇咩特別嘢做，翻北京同你老公吸毒冇啦，唔加你。唔係北京啊，因為佢老公揸住英國護照啊嘛。佢個仔喺英，係啊。佢個仔去嘛，佢個仔咩？佢個仔老公咪夾咗做人質啊嘛，屌你！咁咪跟叫兩仔爺翻去英國咯，跟。撚使啦，屌你走唔甩噶啦，屌你！英國護照係旅遊護照嚟啊嘛，佢。唉，是撚蛋啦，算啦。喂，咁啊，講多少少關於東方龍獅嘅新聞啦，喂，嗱。香港嗰鑊即係買唔到再恆大飛，就每人回水3000啦。咁而家咧，因為咧就東方龍獅嗰邊咧就講到明話，恆大再嗰場亞冠咧就要查身份證，即係話啲大陸球迷。即係東方龍獅主場嗰場。係啦，2014嗰場。咁咧，主場球迷如果冇揸身份證嘅話咧，就唔俾你入場嘅。唔係冇揸身份證，係冇揸香港身份證。冇出示香港身份證。冇能力出示香港身份證，我唔俾你有啦。又唔可以攞主場球。攞主場飛入場，係啦，所以而家咧個退票政策咧就係話好啦，我退翻波飛錢俾你，另外每人送多50蚊，回嗰50蚊港紙，手續費，手續費，而本身嗰50蚊咧，其實咧就係運費嗰度嘅，運費度俾撚咗退翻俾你啫，即係送通運費啊！呢個嘢嗱，呢個嘢我撐東方啊，仲唔係香港人優先啊？屌你老味，回啊回夠，回香港球迷回3000，回俾大陸仔回5條，你港紙，即係對翻你做下球迷嚟噶嘛？屌你老味，做咩對你咁撚好啫？啊，正常啊，所以撐東方你和我。我唔扣你行政費，算俾面啦，屌！我哋基本上都係補鑊啫，因為之前買飛嗰度搞到好大鑊。喂，事實上你搞亡羊補牢就未為晚也，不過先得失香港球迷，再得失呢個大陸球迷，咁啊得失立行冇所謂嘅，對我哋嚟講係咪先？你講出嚟幾好？我就諗緊，因為官方宣東方嗰邊宣布就話有400多張飛就係用大陸嘅信用卡同埋 IP 嚟買嘅，但係咧我又覺得又唔止咁少嘅。喂，有啲人有啲大陸人咧就。
嚟香港買飛噶嘛，咁誒排撚曬隊嗰只當日，再唔係揾姨媽姑姐買都得啦。咁嗰啲飛諗住炒黃牛噶嘛，咁而家炒唔成又要放出嚟咯，咁哇咁你加加埋埋咪隨時有成千張飛臨場嗰陣時。我綜合結論啦，黃牛應該撲街死。咁啊當然啦，就話我哋都要撐翻香港隊嘅，即係咁無論點都啦，即係扯到咁撚遠係咪先？講到總結，希望香港隊啊！作客首場黎巴嫩可以凱旋歸來，好，今節講到咁多，翻到嚟我哋講一講啲準備離開嘅人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翻嚟再講。經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，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，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。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！